春卷你好吗？春卷你好吗？小春卷就陪着我呀，啊，我坐哪儿它陪着我在哪儿，你看看它，你看看它春卷多乖呀，特别乖呀，我坐在什么地儿，它就陪着我，陪着我。这个 versa 是反之亦然。Versa 是反之亦然啊！Versa. Versa. Versa. Versa 翻译成反之亦然了。这个也是翻译成反之，Versa. 你看。Versa. 反之亦然吧，然后这样写，Verse versa, verse versa, verse versa. 也是反之亦然。Vice versa，你看它啊，反之亦然用 versa，用。Vice versa，还用 vice 是负的，vice versa，vice versa 这三种呢都是反之亦然。然后这句汉语是对于美国的一些移民来说，美国意味着什么？对于美国的一些移民来说，美国意味着什么？What does America, mean to some of the country's immigrants? Immigrants 是侨民、移民。What does America mean to some of the country's immigrant 侨民移民，加 s 是复数。Volleyball 是排球，athlete 是运动员。Volleyball 是排球，排球是 volleyball。今天看见那个。沙滩就是那个在沙地上玩那排球的那个年轻的学生们，volleyball，volleyball，我说你们玩这个球，这个球叫什么名字？然后他就告我，就这一个学生啊，两个学生笑着跟我说，volleyball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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 mass 啊，mass。我念成 mass 也行，念成 mass 也行，不太准啊。但是这个是大量的意思。比如说，mass supermarket 就是大型超市。但是这个 misa 就是天主教的那个敬拜的仪式啊，它也叫 mass。所以这个还是有这个一个含义啊，mass，弥撒，这个碟蓉哈就是用那黄油，butterfly swim 就是碟蓉啊，这个。还有这个 freestyle，我那个划水的时候，有时候在那个身体的下边，其实不是，是在身体的外边，就是划，不是说是手在水下的时候，在肚子底下那哈加速度，是在侧面，不要进到自己的身体的下边来，这是今天一个。会说广东话，但是他是跟我说的是英文。我问他俩问题，
蝶泳的毛病呢，我这个手呢应该是手面朝前入水，他告我，他那意思我这不对，就是问问人家，请教人愿意告咱，咱就那个，挺但是挺好的，这是小，就是十六七岁的孩子吧，好像是小男孩，挺客气的。你看这狗子，你看它，它咬它那个小脚丫呢，你看它，它就是跟我就得在桌子上待着。他在高，哎呦，摇不是小脚丫是尾巴，哎呦，打狗踢了这回。